北京时间9月25日，今天火箭的媒体日，巨星德文王安东尼首次正式穿休城7号球衣出镜。甜瓜也做出了一个承诺，他公开表示，为了夺冠，新赛季他什么都愿意做，我只想夺冠，为了这个目标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当然到目前为止，还没人跟我聊过我需要去打替补。不过有趣的是，去年在雷霆的媒体日上，安东尼可不是这么说的，当时有记者同样向他提问，为了夺冠和适应球队体系，他是否考虑过打替补。当时安东尼嘲笑了这个记者，他还故意大喊乔治，听到了吗保罗乔治，他居然问我要不要考虑打替补。结果这才过了多久，安东尼就直接妥协了，甚至愿意中断自己的一项现役联盟第一纪录，连续首发出场数纪录。生涯到目前为止，安东尼一共打过1054场比赛，全部都是首发，是现役唯一一个生涯打满1000加并且全部首发的球员。结果刚来火箭，他就要为了夺冠破例了，他是真的很缺一枚冠军戒指。